好，歡迎大家收看新人透視的啊，我們今天三個都穿了西裝褸的，沒錯，我們是會為了配合我們的民主之父的馬田啊，李柱銘啊，跟我們繼續聊天的。我們這樣穿西裝當然很嚴肅和很正式，不是，反而是不是的，我們不是這樣，不是這樣的，我們是接受我們的西裝，是的，我們是很不合身的，你是條條平的，很不合身的西裝來的，就是代表我們換了衣服，是的，好，那麼怎樣，快點你開波先，跟Martin聊聊，你開波先吧，我們上個星期說過些什麼？上禮拜其實說到有些東西未到，是的，所謂上個星期其實就是上幾分鐘嘅啫，對我哋嚟講，你哋又幾成個禮拜？好啦，而家可以問一下一啲阿馬丁一啲嘅問題，就係而家響五區總辭裏邊啊，大家想等咗好耐。五區總辭，五區公投啊，五區公投，五區公投，五區公投容易明啲。點解你會支持咧？嗱，逐樣去問，因為好多人想問點解你會支持咧？其實提了很多反對意見的，譬如即係華叔啊，或者張文啊、何俊仁啊咁樣等等，都講了喂，你咁樣辭咗咪好戇居咧？等於自我摧毀啊，或者係好容易變咗去新加坡嗰個反對黨咁樣啊，銷聲匿跡啊，人哋你再選翻入去咧，人哋會覺得你喂，屌你又辭咗，又爭取唔到嘢，玩係㗎咁，係玩啊咁樣，諸如此類，你點會支持一個咁嘅意見咧？首先要明白係。而家根本咧就係我哋呢條民主路咧行到好似個骨頭路啊！嗱，如果我哋唔做啲嘢，你諗住有咩發生咧？嗱，施政報告一定冇料到噶啦。嗯，就算係年尾嗰個諮詢，係一定係冇料到。佢哋成日都話嗱，人大常委已經決定咗啦，直選嘅議席同埋功能組嘅議席要一樣嘅。咁就好可能就攞翻2005年俾我哋否決咗個方案，改頭換面就攞翻出嚟，甚至可能一個字都唔改攞翻出嚟。好啦，接受定反對呢？而家暫時睇咧，泛民裏面咧係反對嘅，係係情願你俾你再鬧一次都反對嘅。係咁，如果你反對嘅，到時如果反對成功，我哋攬住20票，就算俾人揾到3票都唔怕，都可以立法會裏面60个议员，我哋有20个企硬咧，就通唔过啦。系咁啊，第二次都唔过啦。嗯，咁佢又保持不变啦。系同而家一样咯。系啊，咁啊一路都冇进展咯。好啦，再过几年又嚟一次，你又阻住佢咧，佢又系一样咯。咁啊，成日都立法会里边咧都系30个功能、30个直选啦。咁啊，特首又点咧？咪一路都系选举委员会咯。嗯，你修改唔到法例啊嘛。系啊。咁而家我哋呢個就困局啦。嗱，你支持佢一個不民主嘅方案，係定係反對佢，令到咧而家原地踏步，兩樣都係唔爽嘅喎。係好啦，咁而家同2005有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2005嘅時候咧，我哋否決個方案嘅時候咧，係因為佢唔肯俾時間表，冇路線圖，唔肯話俾我聽個終點係幾時至有直選特首，幾時至係直選所有立法會議員，冇講。而家咧，我哋攞到個日期啦。後來因為我哋否決咗佢咧，起碼中央而家俾咗日期我哋啦，可以去到2017最早可以普選特首，可以2020可以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。咁問題就第二步就好順理成章噶啦，乜嘢選舉方法先？係咪真係我哋諗住廢女一、廢女二嗰啲？用過程係啦，定係人都可以去咩？即係有市民支持，有足夠市民支持，佢可以贏到，先至可以贏到係參選。贏到三選先嚇，咁有足夠嘅人支持你咪贏咯。嗯，而家咧佢用嗰啲方法咧，就係你可以入閘。係嗱，譬如佢有800个人提名，咁啊100个人就可以提一個咁啊，即係呢個選舉委員會800个改咗做提名委員會800个。咁跟住咧有個過程啦，跟住嗰800人咧自己投一次票先，咁啊最多人支持咧就可以出嚟。係咁就市民就選咗廢女架、廢女魚啦。係咁咧，等於咧。民主派嗰、那個我哋想揀嗰個人咧，或者好多市民支持嗰個人咧，就可以入閘，即係投一輪你得嘅，100个人支持可以入閘咯，就唔可以出閘，即係跑馬咁咧，8只馬入閘，但係得2只馬個閘開嘅啫喎，剩多2只馬攞出嚟咁你哋選啦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入咗呢個困境啦。咁你反對佢又係唔掂，贊成佢又唔話俾你聽，去到個中國係點樣樣，咁所以咧。大家就要集思廣益，諗一諗有邊條出路呢？有好多嘅，譬如話絕食，係啊，
火焚咧，雖然冇人咁講過，即係自己燒自己得噶，冇人咁講啊。啊，瞓地電車路俾人拉，公民抗命，嗯，係咪？咁就跟住就五個請辭出嚟，五區公投啊，都唔得係點咧？咁啊，最後一個方案就公民黨廿三個一齊辭職咁樣啦。咁就好多方案擺咗喺度啦。係。咁啊，我哋個主席何俊仁亦講一個，即係叫特首辭職。咁你當然呀，你有幾個辭職啊？辭唔辭係佢嘅事啊嘛。咁所以你變咗，咁邊樣最好呢？嗯，有邊樣十全十美嘅咧？冇一個十全十美嘅。係咪？每一個都有好多顧慮嘅。係，冇一個可以話俾你聽，一定可以帶我哋行出呢條生路。係，又冇一個咧係絕對唔妥嘅，即係我又睇唔到有邊個方案係一定錯嘅。十個理由你錯，冇一個理由你啱，又冇，所以去到尾咧就要平衡啦。嗱，呢啲有好處喺呢度，壞處喺度，咁大家要傾先。所以而家我覺得咧，集中啊，我哋要集中一樣嘢咧，就首先將個呢個問題交出嚟俾市民，因為大家都要關注噶嘛。市民係支持民主啊。好啦，咁而家你想行咩路呢？定係乜嘢路都唔行？嗯，由佢提出個方案就通過咗佢。下次點啊？又等我提出第二個方案，我哋又通過咗佢。咁幾時有民主啊？唔知噶。上頭擺個咩方案，我哋咪接受咯。咁我又唔相信民主黨啲人會肯吞得落喎。吞唔落噶啦。吞唔落噶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如果你吞唔落，咁即係要做啲嘢啦。係啊。而家問題就係做乜嘢啫嘛？做乜嘢我哋認為係最有效果嘅？係。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最有效果咧，分分鐘可能係傷害都好緊要嘅喎，一講到錢啊、選舉啊啲錢嗰啲咁嘅嚟啦，係好麻煩嘅喎。咁所以而家問題就係，我而家態度就好簡單，任何人嘅方案，就算我唔中意，甚至我認為佢唔好，但我哋都要聽。因為最終嘅決定要市民嘅，冇咗市民嘅力量，我哋做到咩嘢啊？爭取民主唔係我哋呢幾個，唔係民主黨，唔係民主派，爭取民主係全香港嘅市民，係咁樣嘅嘛。所以我覺得而家。根本咧，我哋就好早嘅階段。嗯，最緊要咧就團結一致，呢樣嘢最重要。係啊，暫時嚟講。係，我哋團結一致，咩嘢方案都攞嚟傾，冇緊要。啊，就算你鬧我，我鬧你都唔緊要，因為自己有嚟噶嘛。係，劇烈都唔緊要嘅。啊，講啲語言強啲都唔怕，甚至講粗口，當然就有女士喺度就冇係講粗口啦。有冇女士就講粗口都冇緊要嘅，係咪？好啦，但係去到尾咧，當大家作出個決定嘅時候，就希望大家一齊支持呢個決定。係。嗱，呢個希望嚟嘅啫，咁所以而家暫時咧係好多方案喺度咧，係唔需要咁緊張，唔需要咁介懷。之前呢個好啊，但係呢個又唔得啊咁。因為而家公民黨嘅方案咧就一步一步嘅，你最收尾嗰步咧可能係好激烈嘅，可能好多人都唔可以接受嘅。譬如廿三個人請辭呢一方面，咁但係我點解未有都去到呢步？咁咪五個人係點咧？五個人點咧？咁五個人咧，上次我哋民主黨開會啊，我覺得。雖然意見不同，但我覺得是多數人是支持這五個人的，五個人這個五區公投，多數人發言是支持的，或者就算不支持都說沒法子，沒辦法啦，你難道反對嗎？咦，為什麼這方面我跟你的理解不同？咦，那下一節回來我們再談，下一節回來，下一節回來，這個伏筆來的，沒錯啦。